哇！各位朋友咧已經等住開幕啦，係咪啊？喺開幕之前咧，咁啊先多謝頭先為我哋演唱《軍神肝膽》嗰兩位星級嘉賓啦，魏青雲老師同埋陳靜小姐啊，好嘛？多謝佢兩位嚇。咁啊，中場休息嘅時間咧，又要阻咗大家時間啦。咁啊，我因為今次咧，阿偉基好想請出今晚所有嘅星級演唱嘉賓到台前咧，同大家個大合照去留念噶。咁啊，剛才咧，粵劇命令裴俊軒先生咧，咁啊，先行離開去排戲啦。咁所以咧，咁就陣你哋就見唔到啊裴俊軒先生噶啦。咁啊，我哋會請出李燕萍小姐啦、唐所老師啦、郭志芬小姐啦、粵劇命令白慶賢老師、梁暖小姐、粵劇命令魏青雲小姐、陳靜小姐、黃志明先生、粵劇命令林永思小姐、李敖雪小姐，同埋粵劇命令胡子文小姐，以及咧黃德正老師以及翁海明小姐噶。咁啊，我哋依家開幕，請阿偉基陪同各位嘅演唱嘉賓一齊到台前咧，為大家去大合照留念啊！轉頭見。